们老家仙桃的，当时不是在封楼吧，不能走吧，就不回去了呀。哦。最担心的是没菜吃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好多菜呀，它不能出啊，不能进呐、啊，封存的呀，怎么办呢？它都是为大家好啊，为老百姓身体着想啊，我肯定能够理解呀、啊，生命放在第一位吧。你怕怎么办呢？怕啥面还不太勇敢的面对。就在家里过年呢，我走亲访友啊，我相信国家肯定能够把它治理好，能够把这个病彻底搞掉。今天菜价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，因为没涨什么价。我们本身怎么回老家的，现在回不去了。哦，你这个应该有信心，应该相信政府是吧？嗯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